吃一个空中蛋棒棒糖，真好吃。嗯。哥哥给他吐纸，后纸雷雷，咱去看看他吃的啥。走。好，现在汤来不及了。大妞。Hello。嘿嘿。你手里拿的啥？五颜六色的。他给个鹌鹑蛋，还是彩色的。这不是鹌鹑蛋，这是空中蛋泡泡糖。嗯，空中蛋泡泡糖。我吃一个吧，这我也尝尝。别急别慌，我才吃三个，饮一个啊。哇，嗯，草莓味的棒棒糖就是硬啊。硬，我也尝尝。嗯，好吃的呀，桃子，哥哥再给我一个。啊，你这一个还没吃完了呀，妹妹，你吃完了再说。我想尝一个蓝色的，看是啥味的。你也给我一个黄的，让我尝尝呗。嗯，不尝不尝。嗯，这个黄色的是香蕉味的，这个蓝色的，是蓝莓味的。我帮你尝过。你就叫我吃一个呗。我上回吃棒棒糖还是五年前，大姨给我买的。嗯，是的，哥哥，我也没吃过泡泡糖，你就叫我尝尝吧。你既然这样说了。谢谢大妞，我来俩哥哥蓝色的。你咋又喝了嘞？信不信我回家给他妈说。哎，蓝色的。嗯，还真是蓝莓味儿的，真好吃。走了。等等，等啥？还想吃的吗？哎，大妞。哎，这个泡泡糖挺好吃，但你哥哥又不叫咱俩吃。你还想吃不下桃子？想。终于找不到我了。你哥哥该弄个嘞，走。大娘，等等。你俩咋又找着我了？咋着？我都再跑远一点了。俺不是要你的泡泡糖嘞，俺是要找你比赛。比赛？比赛啥？我不玩。不是玩游戏嘞，咱是比赛，看人吹的泡泡糖吹的大。那我也不玩，哼，就玩就玩。你要是赢了，俺俩给你买十盒泡泡糖；但是你要输了，你拿一盒泡泡糖，俺俩吃咋样？我赢了是十盒嘛，那管。那开始吧，谁先来？我也来。管。哎，干成了，嘿。你俩咋吹泡泡糖吹的大，真厉害！快把你空中蛋泡泡糖拿过来。哎，你哥哥人呗，使劲都看不出来。